昆哲主席表示他拒绝夜间询问，所以检察官就当庭预知逮捕。那检察官逮捕的理由是因为柯文哲主席涉犯金华城牟利罪行，预知逮捕。也就是说，检察官是问 A 案，但是用 B 案进行逮捕。那对于台北地院的裁定，我们会考量审慎提起抗告。谢谢。就现在柯主席就是继续在里面这样子，后续检察官可能会进行侦讯，但是我们也会考量进行抗告。那像他现在身体情况跟心情状况还好吗？他在庭上是不是有蛮凶的这样？